对，第一次接待您是您在也是三大包，我们印象特别深。接的这个您包上就特别棒啊，必须的，必须的，有点像那个油条的，但是炸的更酥一点。对，现在再看一眼，中国的现在切切切一流的，拿着吃，就是那个对。这是我做的，你要这个，哈哈哈哈哈！不见，这是我做的煎饼。